家，今天是我们的第三天。就这样了。你在干嘛？哇，你很怕晒。色白色的话就可以，就跟台湾的红线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叫车的时候可能要找一下。
师按摩完的，然后他说很痛，但是我觉得很舒服哎、欸。我觉得全程就只有，我现在忘记哪些，就只有大概10%的时间会痛，然后到后面他会把你就是转身，就把你这样扭不一样，这样扭。被子是头这样子，头在枕上把你这样子哦。那个时候我真的痛到啊，上吊床，然后阿姨就这样吼吼吼吼。我大概有至少80%的时间都在痛，代表肩膀太硬了。那他一直，他就一直这样子画圈画在我的背上。你有被扯手指吗？没有，你有扯手指？我按手啊，你有按手吗？手没有，手没有，你是被敷衍啊？他力气很大。酸辣，它看起来很像有榨菜在里面，然后这个就是完全的干辣椒，干辣椒，它就是彻底的一个干辣椒，最后是砂糖。谢谢您。你确定一张就够了吗？那我就拿一张喽。怎样吗？这是你的东西。你看你。这很好吃哎、欸，我看，它一个12块。终于吃到了。It's up. I've been going through it. I done seen a lot. Been feeling stuck. And I got most of the things I've always ever wanted. I've been lied to. Yeah. Ain't gonna lie, cause I've been lying to. To myself, I'm only human. I've seen hope. I've been up and down and learning how to cope. Not shown the ropes. I've been down and out until I learned to float. And I've seen pride too. Yeah. Ain't gonna lie, man. I've been prideful. But barely proud enough to show it. Growing through it.My homies used to be so close that if you got into it. 是泰国的凉糖，然后那 seven 的，然后去 Coco， 哇，它真的超级凉，这个很好吃，超级超级凉，你要不要吃一口？我吃一个，马上吃一口。啊，它怎么变这样？
看他，我也起来了，好难过、哦。被人在洗头哎、欸，不觉得很适合你吗？哎、欸，你不觉得很适合你吗？你觉得我是马桶？90到10、2010之间的油画，然后都是跟一些宗教有关的。I found somebody, I say you don't cross my mind. And she doesn't know that your favorite place is still mine. Now I take the long way home, avoid what I can. Let go. 壮汉。Think about you, but sometimes I do. Cause sometimes I drive through all of the streets we used to on First Avenue. Thank you.旁边都有这种椰子的果肉。第一天我们在吃的时候没有拍到，他推荐我们吃这个，都超级好吃。这感觉像咖喱的吃。嗯，小心吃哦。这个肉好吃吗？嗯。原本要去的酒吧，超漂亮的。屁屁，哎呦屁屁，好可爱。哎，哎，跑掉了。
池边的时候，有在椅子上面有一件有一个灰灰的布，然后我想说，哎，这什么东西呀？然后他就说不知道，哎，这看起来像浴袍吧，没事，把它丢旁边。然后我就没注意，结果后来我就直接坐在它上面，结果刚刚我们一起换完衣服，发现其实是他的 T 恤，我直接坐在上面。对不起，怎么感觉？酒味蛮重。酒味蛮重的吗？就是相比其他那个。对，是上面的糖有点焦焦的，然后下面那一层有点草味。重点是它的糖泡到那个酒里面，然后会把酒的味道吸起来，它会把酒精吸进去。然后吃到那个糖就会觉得，就是有化学工具，不是，就是吸进去，然后甜的东西变好，不是，它就会沾到很多酒的味道，让原本蛮好吃的糖就变苦。你在可惜那个糖不能吃，我在说那个糖要下。谁家要来问？大家，我们现在要退房了，已经最后了。然后这间工匠旅馆，我觉得房内也非常赞，一直忘记给大家 room tour， 所以现在要退房了，就给大家看一下房间内的环境。对，首先走进来就是会看到这个厕所，跟这个是淋浴间，但它的门只有一片，非常的特别，所以一个人在洗澡的时候，另一个人就要开着门大便。开着门大便，真的有这件事情哈。然后这边有一个半身镜，这样子就这样而已。然后这边的冰箱，我觉得一切真的很舒服。然后他们家这边是他们家自己的周边商品，这是要买的啦。然后电视，我们开都没开过。我跟大家说，坐在这个地方，然后有百叶窗，化妆真的光线超级好，超级舒服。然后这边。往下打开窗户就会看到，这是楼下的景色。那个是萝卜丝吗？那个是牛肚。哦，好，不好意思。热皮水打通白内眉，皮冻干不晒白眉，空气皮压着拖马鞋。买了这个鱿鱼、鱿鱼、辣鱿鱼，然后还有一些我有兴趣的口味的乐事鱼。豆味没有很重，奶味比较重。嗯哼，好帅哦！我刚刚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他说，我们那个手机泰国的 SIM 卡要换回去吗？他说不用。那如果不换回去，然后他回台湾是不是可以继续用？然后他就说，那个只要几天呢、啊？不是应该反驳说离那么远？对，不是应该这样反驳吗？离那么远才连不到泰国的网络，然后居然说他居然说那个这个才几天吧。